然后呢？没东西啊，所以他就到这边这样子。不知道到哪，不能到哪去了。哎，这有东西，什么东西掉在这里？牙齿是刚刚被撞飞的时候掉落下来的吗？得到脱落的牙齿，然后像现在鸣哦哦，也让人感到害怕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公园那边跟大卫会合吗？哎，是公园吗？喷水池？先看公园吧。没有，那应该喷水池了。嗯，那什么马？那是马吗？有什么东西？不要跑，小马马！哇，这小马马会瞬间移动。这不是锁的吗？门锁开了。好啊，进去啊。锁住了。这是谁的房间？是不是更衣室、浴室、瓦斯炉、水槽、垃圾桶、冰箱？啊，是吧？柜子放的杂物。这是什么淋浴的声音吗？有个女人睡着，切，所以淋浴应该是男的，切，哦，不是，是那个电视讯的杂讯吧？电视的杂讯吧？骗人？怎么会？为什么？啊？他看到什么？啊，苏菲。嗯，苏菲，找到你父亲了吗？找是找到了，但他不见了。他不见了，什么意思？你们走散了？类似那样子，是吗？抱歉，我也没看见你的朋友，到底在哪里呢？镇上我大致上都找过了，完全没有看到还醒着的人，只能更仔细的搜寻了吗？走吧，苏菲，我们必须找你父亲和朋友。你到底是谁？哎，你在说什么啊，苏菲？为什么突然这么说？我是谁？我是大卫啊！骗人！因为大卫在对面公寓的房间里。嗯，所以刚刚他看到的那是大卫。他 在那边睡着了，睡觉。你到底是谁？我不太理解你意思。我就是我。被人说你是谁，吃的很伤脑筋啊。第一，你说我在对面睡觉。万一这是真的的话，你不认为那边的是冒牌货吗？我不认为，因为你刚才撒了谎，光是那一点。我已经让无法再信任你了。说谎，说谎是什么？我说了什么谎啊？别过来，不要靠近我！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伪装成大卫的模样？对，他是谁啊？如果他不是大卫，他是谁啊？所以大卫其实根本就没有出来，就对了。其实大卫根本就完全不在，更没有出来这边就对了。他只是中间来乱藏一下，被人伪装的。啊，被发现了，败给你了，不是我的错啊，是刚才那家伙坏我好事，真是麻烦死了。他是变态，这件事是你做的吗？是你让大家睡着的吗？不是我，是杀人。嗯，杀人？你说的杀人是那个妖精？想让变装的屁呀，屁呀！
杀人？他是说那个妖精杀人，还是那个蜘蛛人那个杀人会变成沙子那个？没错，你也很明白的，不是吗？使用沉睡之沙让人睡着的妖精，他要让世界上所有人陷入睡梦中，永远的。你把我当笨蛋吗？说什么杀人妖精要让人类睡着都睡着，根本不可能有妖精的存在啊！那这个我其实蛮怀疑的，不相信啊！明明亲眼目睹过黑影骑在军队跟喷火龙啊，为什么会知道龙的事？因为是我啊！你在说什么？到目前为止发生的都是你做的？没错啊。我是杀人创造出来的摇篮曲，摇篮曲，杀人让人类永远的陷入睡梦中，跟平常使用的不同，它制作了特别的沉睡之沙，停止全世界的时间，四处散落沙子，人类们在时间停止中陷入沉睡，但却还有没睡着的家伙，苏菲。如你那样为睡无法入睡所苦的人，所谓得了失眠症的人啊，除我之外还有醒着的人吗？是啊，世界各地都有哦。因此，烦恼的杀人想做对策，摇篮曲，也就是创造出了我。每个失眠的人抱持着不安、怒气与焦躁，他想着要如何才能让那些人们睡着。那即是除去他们所抱持的感受，消除其烦恼，实现其愿望，满足他们就行了。这就是我的工作。例如，为烦恼工作不顺利而失眠者唱一曲摇篮曲，使其计划大成功；为恋爱苦恼的女性唱一曲摇篮曲，使其与意中人结为连理；对于居住在战乱地区、害怕枪声而睡不着的孩子们，就让他们听名为《战争已经结束了》的摇篮曲，真心觉得有点中了。对于这么一来，那些孩子们也能安心的入睡。等一下，那我至今为止我看到的是，全部都是我为你创造出来的摇篮曲哦，苏菲。别开玩笑，这哪是摇篮曲？看那种东西根本不可能安心睡觉，这倒是真的，明明就是噩梦一场。点点点，对自己再更坦率一点，苏菲。你对于只是嘴上说担心，却完全不给予帮助的朋友，当他是骗子，轻蔑他了吧？难道没想过给你这个骗子一些惩罚吗？对于以前明明很要好，现在却欺负你的儿时玩伴，没想过反击回去吗？没想过真想在大家面前把他吊起来吗？别说了，对于从你身边夺走爸爸的公司，没想过干脆把他烧了吗？就没想过就这样害爸爸困扰就好吗？住口！苏菲你啊，什么都不用做，只要在一旁看着他们痛苦就行了。那样做的话，你现在早就安稳的睡着了。杀人在哪里？为什么要问这种事？阻止他，使大家永远的沉睡下去，不是开玩笑的。我绝对不会让他做出这种事。抓住我的手，苏菲。那是什么？你想去对吧？去杀人那里，我会带你去。这样好吗？我可是要阻止杀人的哦。你不是杀人的伙伴吗？我无法违抗你说的话，实现你愿望是摇篮曲的工作。哈哈哈，你的工作还蛮独特的，害怕吗？我不怕，带我去杀人那里。好可爱的画面呢，刚才。哦，就这里吗？
这是哪里杀人住的地方吗？奇怪，那家伙不见了，开始要自己走了。生长着暗紫色的草，好酷哦！所以接下来就是找路吗？这刚刚是走过啊？所以就是靠，好像开始选路的新的一章，应该是吧？反正我说什么，酒瓶不要啦，喝酒不好啊，喝多了不好啊。这怎么选啊？我怎么觉得我好像什么选都错啊？这是什么城堡吗？看一下，用树桩做成的小床，好可爱啊！那章鱼哥住的吗？好可爱哦，好像章鱼哥的脚，那个声音真的是，不是叫你喝，叫你敲晕自己，是这样哦？怎么了？怎么突然动不了？歌声，有人在吗？哦，Holy crap, man！怎么了？换了？哦！靠！我都离那么远了，也不行啊！所以他怎么走啊？等一下，他怎么走啊？87哦！小屁呀、啊！你们这些人这个幸灾乐祸会啊？等一下，那我这回走这里，总不会了吧？讨厌，失败了！Fuck！哎呀，什么嘛？我以为隔了好久的猎物，这不是小姑娘吗？白白浪费我的先生。你是谁？你连我也不知道？我是尼克西哦，尼克西，是住在沼泽的妖精。再远一点，我已经站够远了吧？女主系列叫声真令人兴奋。喂，没错，我以为年轻的男人呢，没想到这里是小鬼，哼，气死我了。那你有没有带什么好东西啊？这样的话就让你通过这里，没拿来的话我就不让你过哦。为什么啊？我必须去杀人那里，拜托让我通过吧。不行哦，懂了吗？现在我想要闪闪发亮的金币，不拿过来就把你拖进沼泽里。好了，快去吧。你学会理你吗？走。看，挡我那我的肌肤不咕噜咕噜的吗？哼，湿哒哒，没礼貌的小鬼。我每天都用返老还童草的水露擦皮肤，你用什么明星花露水吗？那 怎么保养皮肤也没意义吧？看来你不懂了，skin care 很重要啊，尤其你还是，所以你还是小鬼啊，尤其我待在水中，皮肤很快变粗糙了。你是用什么水啊？明星花露水啊？哎呦，那怎么办？可是前面没有路啊，前面没有什么东西啊。哎呦，喂，来老夫家做什么？门也没敲，进来真没礼貌啊！还肥，真是了，老夫竟然完全没注意到。喂，出去出去！请问您是？什么？你的意思是忘记老夫了吗？你这小鬼！我并不认识你啊。说什么话？老夫是牙仙。SK2 宝鸡魔啊，牙仙？难道是那个？正是，在你小的时候，老夫为了你做了那件事，对吧？把那个放在你的枕头下。反正又没人看你，哈哈哈。你在说什么啊？什么牙仙？那根本不存在。
这才不是押金，是我爸爸他。No! Stop! Stop! 直接再说下去，够了，够了！每一次跟你们人类说那样的事，就会有一个牙仙因此消失。哦，本来就已经没多少牙仙了。